自從我知道蘇哥哥係救翻我嘅人之後，我先知佢喺我心入邊係幾咁重要。君好得到幸福，比任何嘢都重要。為咗你嘅幸福，佢寧願犧牲自己。周末 TVB 十月初五的月光，每逢星期六同日夜晚7点，百度空間默默守護播出。